经常有水，满过去才出去啊。哎，对，这边有一个好像过来，有一个。那如果没有洪水，它没有。它常常有水过去啊。除非有害的水过去，没有害的水是走这个沿河，就是为了维持生态啊。小水完全是没有，只有那种去的几乎是少量的那种，很少。有时候可能四面没有啊，但是在某些。对，这边如果多了以后，它就把超过了。那这边的控制流量，对啊，就是用这个，而且是不要人操作的，嗯，这个放大这里看，这边放大，它底下有四个洞，但是我把那个液体才会进洞，嗯，这里是最干净的。举出大魄力，编辑大笔预算，辛苦的才通过圆山子分红及相关的治理工程。我们站在地方长期饱受水患之苦，得到中央这样大笔经费的补助，跟施工单位全力来工作，地方上这一件事情如果能因此而解决长期的水患之苦，实在是期待很久，也很感谢。这是游院长当行政院长后最第一时间就到整个瑞芳基隆河沿岸给我们关心，并且大笔编列预算，辛苦通过，积极进行，地方上实在是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感谢。中央主政施工的情形，如刚才的报告外，台北县政府配合的部分，还有研讨会蔡副主委黄署长，刘副秘书长，今天机会向他拜一个晚年哈，今天应该是真有切过嘛哈，啊，讲古早迄个老人老伙仔长辈讲，讲切早切二早切三开到八吼，啊切四个肥切五忌开啦吼，切五忌开，所以今天哩真有切过吼，算讲头前是过年吼，啊去休困，啊今天开始要做工课啦，啊爱做。今天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到我们这个来视察圆山子分红，非常感谢县长哈，还有我们台北县政府以及镇长，还有各位今天的安排。那也借这个机会啊，感谢大家包括县政府跟镇公所，一方面是大家对工程的支持，让它能够非常顺利的推动。那至于刚才这个署长哈，局局长刚才有提到关请求协助事项那三点哈，那这个部分呢就请经济部赶快处理。当然有的部分呢牵涉到县政府或者说镇公所有许多帮忙。那还有刚刚是哈，就经济部相互协助，就我们尽量沟通协调，能够解决。Thank you.